想和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溺爱，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。到底要什么姿态才不会显得我才是今天底妆用的是这个 YSL 的恒久完美气垫粉饼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我遮瑕一直都是用这一支 Clio 的 Curl Cover， 我还是好想睡觉。然后我今天定妆要用这个 Integrate 的粉饼，我出门的时候不喜欢带太多东西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拿来当作是我定妆用的。但我觉得以定妆就是跟蜜粉比起来，这个粉质还是比较粗啦，不过就是出门我就觉得没差。这是我眉毛用的，是那个惹我的眉笔。哦，镜头在那边，但我人在这边，所以我一直看这边。但是不觉得我的眉毛已经不需要画什么了吗？所以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还是画一下，一时一时画一下。我眼妆就随便画画就好，反正今天只是没有要干嘛，就随便沾一咖啡色眼影，然后就画在眼尾。我的化妆包很可爱吧？是我邻居的大姐姐送我的。他去法国玩，然后就带这个欧舒丹跟不知道什么东西联名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。水唇露，然后我擦的是11号，这个应该最近超多人的影片都介绍这一支。这是我的房间，其实就是只有一张单人床，但是我觉得它墙壁是灰色，很可爱。然后那边就是厕所，然后那个电视很大，其实空间算是蛮大，以单人房来讲，我觉得算是很 OK。昨天我跟哲仲还有另外一个人一起去吃晚餐，然后哲仲昨天看我就说：“你皮肤真的好很多哎！”然后我就觉得超感动的，因为就是我真的是我最糟，就是我皮肤最糟的时候有，就是有跟他相处过，就是有被他看到过。然后他那时候就一直就是他超好的，他还会拼命的一直帮我想办法，要怎么样让我的皮肤好一点。就去年后半年，我就是很慢很慢很慢的速度，然后后来去看医生，然后雷射，然后擦 A 酸什么一大堆，就是而且我保养就变超简单。然后现在才变好一些，要跟房间说拜拜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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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穿得很随性，请大家见谅。